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慢慢用，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个民国112年那这下安居的。安居中的佛妻，那么下安居中的佛妻呢，相对的是一年当中天气比较比热的哦。不过因为我们以前有这一位有那个有留居士的这个这个为我们大家装了这个冷气之后啊，那么使得我们的结下安居的佛妻呢变成可行。好，那必要的话呢，外面就是再用这个拉链，窗帘拉下来，那么会，相对的，相对比较不会那么热。那我们的佛妻呢，从这个18年前，这个僧团来到万佛寺到现在，曾经最高纪录一年打10个佛妻，只有2个月。没有打佛七，一个月打一次，慢慢的缩减，并且置换为法华七跟梁黄七，那么最后呢，就是保持梁黄一次，法华七两次，佛七三次，不能再少了。跟大家说明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世间人抽烟那是很糟的经验。可是呢？为了要耍帅也为了要好奇，甚至于有时候为了所谓的，装大人，慢慢的呢，他就一次两次的，习惯一次两次的勉强，最后呢，这么糟的感觉，他居然也成为习惯了。习惯了之后，他戒还戒不掉，因为那个是口腔期，有个东西进入喉咙，然后再吐出来，他会觉得很舒服。那么这就是凡夫呢养成习惯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很，说实话是很无明、很无知但是也很无辜就是养成的这种无救的习惯那我们现在打佛七呢就不是这样的刚开始你不习惯慢慢的你习惯。你说这个不方便，那个不方便，不会这样子的，乃至于这个常住，一年有这个这样子的三次的佛七法会，刚开始想，哎呀，好辛苦啊，可是你要知道，轮回六道更苦，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稍微苦一点，没什么，这第一种，第二种呢，我们为自己，更为众生念佛。在这么热的天下，那天底下的太阳底下，还有人在那柏油路上面工作，他不工作，他没饭吃，可能家里有什么原因，他非得要这样做不可。那你看看，我们只是比他稍稍有福报，那么我们不要说躲过了，我们不用过那样的生活，但我们要知道啊，做人呢是黑白恶业各自一半的，他有的可能我也有。只是今天我还没有因缘对境而冒出来这个恶业，所以呢，看起来我好像比较自在一点。那我们一定要警彻。哎呦，只要是人呢，你看看都还可以那么惨的，这搞不好也在隐藏在我的内心里。所以我要多修一点福报，消除一点业障，这第一种。第二种，哎呀，那不就是我的父母吗？哎呀，那不就是我的过去的累劫的恩人吗？你看他现在在马路当中受苦，我怎么能够放逸，不为他努力呢？多念两句佛，在殿堂里头庄严的殿堂当中多念两句佛号，没到嘛，没到哪儿嘛。那出家人要怎么想呢？我们在这里用功修行，住持佛法，众生欢喜。那我更要呢，精进用功，让众生欢喜中更欢喜。
那当然前面两个想法都一样的啊，我有过失，我要多念佛消除业障，我的恩人父母累劫父母正在受苦，我要多念佛为他消业障啊，这些想完了还得要再想啊，这个我呢立志说出家利益众生自利利他啊，这不就是正顺着我出家的本愿吗？啊，我之所以觉得辛苦，那是我的习气啊，那我应该要超越我的习气，不要为我一时的辛苦而烦恼啊。出家人不会三餐着想，也没有了这个眷属的挂念啊，我们就应该啊报佛之恩啊，感念众生之苦啊，为一切众生啊来修行，不是办法会啊，是来修行。那为了要修行呢啊，出家人有机会去创建一个法会啊，一个共修因缘，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共修啊。我身为出家人应该身先士卒啊，应该呢率领风气来用功。哎，僧俗呢各有观想，各自清楚自己的氛围分内事，那勇悍的去用功，那么这样子呢佛法就会兴盛啊。这一点呢开宗明义啊要为大家呢啊鼓励两句。那接着呢不免俗的也是必要的，就像昨天啊知客事务有啊这个为大家说明啊各种工作还有呢佛七的规矩一样啊。那么我们的佛七规矩最重要的就是止语，再来就守殿堂的规矩，再来呢第三呢就是不忘失啊，不遗漏啊每一支香，除非你疾病告诉呢啊这个在场的纠察，不然呢三个原则啊，敬语守敬语含敬语以内的所有道场的规矩啊，那么再来呢每一支香都应该要准时到啊，不迟到早退。那么这几个原则很简单，才三条而已，剩下来就是说啊受八关斋啊去领一个小工作啊，赶快来时间之内把它做完啊，还有呢啊按照这个加工用行的功课啊，我们会记录哦，你有没有用功？好，那师傅们也可以加进去啊，有没有用功？这一类的呢，啊，你也要做，好，不能只是啊上殿堂。我们佛七是全面性的佛七，啊，上殿堂是佛七，下殿堂是佛七，过堂用餐用斋是佛七，早晚殿佛七。工作中是佛七啊，受八关斋戒是佛七，心都要止于啊这个什么呢啊当下的啊佛号，以及当下的要么是工作，要么是听法，要么是用斋，你有两个啊，一个是啊等流不停止的念佛啊，不要打妄想，另外一个呢是必要的时候提起念头来啊，听经闻法啊，煮饭菜行堂啊，打扫环境或者受八关斋啊。除了这样以外，没有所谓的跟你的左右床邻居啊，上下铺好友啊，眉来眼去啊指手画脚啊，师父说不要讲话嘛，没关系啊，我就眉来眼去指手画脚啊，那也是讲话那这个呢希望呢这个殿堂中的维挪跟其他师傅关照，那纠察师也更要关照，甚至于纠察师呢两位女众协助呢随时去突袭现在外来的比丘尼呢有挂牌但还没来，你看看
如果来了呢，也要加紧呢监督。坦白讲呢，外来比丘尼最不守规矩，也倚老卖老，最糟糕。那当然我们不要骂人家了，但是呢要警告他，要守规矩，没有守好规矩，佛念不好，还造业障，这非常不好。这就是纠察师父的工作，就是什么柔中带硬吗？不是，是柔中带坚定，坚定不是硬，这两个不一样。坚定是基于法，基于关心他，所以我们坚定。那柔是因为怕他害怕起反感，所以要柔。那么就是善巧要这样做。但是呢，不是玻璃心照顾公主也不是这样那好好的用功，该用功就用功好，放上。那这个南众方面，因为南众人少我们大概就是维罗师傅啦，或者是打中鼓的打铃鼓的师傅啦下场打铃鼓之前呢，给他绕一下，看他一下。当然我也会了，我是男众，我也会，我看你一下子，你要被看到了，你眼神要赶快收起来，不要跟人家对看，这很不礼貌。你要知道，那个狗要是对看，就准备咬，准备干架了。你要知道，狮子、虎狼都是这样，人也是这样，你看那个，这个什么了，世界那个无限制格斗。那就是两眼对视好干架这个有理性的人类在修行当中要注意。但是呢，人家指示你说哪个动作做错了，那你就要看着人家点个头赶快改变。过程当中呢，这佛七当中任何一个师父来告诉你你的动作啦、行为啦有任何不对，他都是善意的，所以呢不要感觉不好意思，更不要呢，感觉对抗，没有意思啊，是你自己来报名的呀，不是人家要你来的呀，那早晚课要拿课诵本，如果你不会背，就要拿课诵本，你不识字也要装得像会一样，在那里翻，看到人家翻你就跟着翻。过去有一条牛在那个金山寺呢帮忙种田，后来六月初六啊，人家在晒大藏经。忙着晒大藏经就没下田了，就把那只牛呢放牛吃草。那只牛呢想一想，奇怪，今天天气蛮好的，为什么师父没叫我工作？那么转身一看，哎呀，师父在晒那什么东西啊？他就走过去了，一脸好奇。结果人家晒，刚好他走到那个晒楞严经的地方，楞严经有十卷，他就去那里闻了五卷，觉得也没什么。就晃了晃就走开，就趴在门口。结果后来没多久呢，老病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因为对出家师父很尊重，愿意在佛门中好好努力，以功代数。这个现在我们正在用那个专业靠你的专业技能来这里换数这样。有什么专业技能？吃饭啊，扫地啊，也是专业技能啊，只要你乐意啊，都可以来换宿啊。那只牛呢，也是一样，以专业换宿，换了一辈子宿啊，住在那庙里。后来就有这个善根因缘了，投胎山下的小孩子，那因为对师父很有缘呢，他就来出家。出家之后还居然听楞严经了，他是用鼻子闻的，听楞严经前五卷呢有如神助，自然就懂。到了第六卷他就搞不清楚了。后来他讲楞严经，他自己居然能讲楞严经，过去是牛但是呢也只能讲前五卷，他觉得很奇怪。有一位这个修行非常好的长老就跟他讲这个故事。或许这只是一个预言那么也可能是真正这样发生被口传下来。但是呢意思就是说，在佛门当中的课诵也好，规矩也好，都不是天生说你会，但是你只要用心去学，欢喜的去跟那么呢大家动作一致
前进就前进，坐下坐下，收眼连收眼，连合掌合掌，放掌就放掌，拿经书就拿经书，我们不管懂或不懂，我们跟着拿，不要跟人家感觉不一样，啊，那么这样子呢，动作一致就是和合，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你来打佛机的，你还有自己的想法，那很难修行啊，很难修行啊。这七天当中就是听招呼，啊，除非你生病，啊，怎么样了，不然一切都是听招呼。听招呼不是说有人招呼你，不一定，就是上殿动作用眼睛耳朵去感受啊。今天早课我就讲了啊，这个行进间啊，南阿陀佛在右脚啊，那你就开始学啊，慢慢这样走，大家一致啊。这佛机当中最重要就是行动一致，规矩一致，意志也一致啊，修行的意志也要一致，这样大家才有共修的意义啊，不然你在家里就好了呗，啊，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那再来的未来佛期呢，遵照我们祖云老和尚的做法，我们的佛期是祖云和尚跟灿云和尚这两双云啊，灿云和尚的一个佛期的一个综合体啊，所以有稍微修正，精神概念是两位老和尚的共同的概念。啊，所以呢，我祖云和尚他说啊，佛期第三天，如果你还讲得出话来，就是没好好念佛。他说佛期第三天应该声音沙哑，连讲话的啊，你恭不威啊，这样才是好好念佛的样子。当然了，这是他老人家刺激大家了。我们这里呢，就是好好的与大众同音，不高不低，同念就念，啊。共止即止，啊，不必凸显自己，也不必歇斯底里的嘶吼，啊，不必，啊，这个现在人根气也没那么利了，啊，不是说长老要求的不对，啊，我们就这样子平平和和，啊，和平平常常，啊，与大众同音，啊，不要特别听到你的声音，也不要特别听到你的高昂，不必，啊，与大众融入，无我的融入。那动作做对哈，这样就对了啊。接着呢，就是比照主公和尚啊，他呢这个七点，等一下七点几分了？七点半还是七点四十？好，七点是啊，四十是吧？七点四十啊，我们的知客事务会来跟大家简易受报关斋戒啊，简易受报。在这之前，要尽量抓紧时间去工作，赔福报。我们呢有陪福报，有过堂吃饭，有念佛绕佛拜佛，有受报关斋戒，有听经闻法，可以说样样具足啊，福慧双修，定慧等持啊。那么呢，那今生与究竟来世啊，都什么都圆满，那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一个教程啊，一个修行的方式，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啊。那么就说到这里。哦，我们请维诺师傅带大家回向。啊，对，那个什么呢？上起来、下来，那个椅子不能咔咔做出声音来。好，那像个俗人一样。好，连阿兵哥都不能这样的，何况我们这修行人啊？所以起来的时候，让开椅子，提起椅子，然后呢，啊，放下椅子到位桌子下方的时候呢，一脚。椅子着地，另外三脚再轻轻着地，不能在地上磨，也不能用脚去把它顶开。好，那有搭曼衣的很好，搭海青的很好，提海青撩曼衣啊，曼衣不做啊，是这样啊，动作要轻柔啊，不能出声音。好，以上。